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领的经贸团队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的磋商结束了，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透露明确的会谈成果。另一方面，六四事件29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民间和台湾社会都有一些纪念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你好，许波。在北京举行的美中双方第三轮贸易谈判之后，北京有哪些反应？是否还像之前那样态度强硬呢？那么就在罗斯部长到达北京之前呢，白宫就突然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当时是指责美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那么目前呢，这个第三轮谈判已经结束，中国呢发表声明说呢，双方达成了共识，不过到目前为止呢，美中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由此可见呢，这次谈判可能无疾而终啊。那么这个中国表示，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呢会什么时候举行？刘鹤呢有没有访美计划？发言人华春莹呢没有明确回答，他表示呢这个事儿要去问商务部。许波。